大家好，我是大连。今儿中午俺奶是削了粉皮儿，跟俺奶跟俺爷有人扒了一碗，这都叫我吃了，因为出门也可好吃粉皮儿。咋说嘞？他今儿自己搁家嘞，没人给他捧筐捞箩嘞。今儿下雨了，要不下雨了我都不去吃了。这今儿下雨了，他自己搁家嘞。来来来，给你发点来，来来，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着可好吃，什么？这厉害！哎，我这面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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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干爷愿意吃一碗，他俩，放你少过着吧，我这也吃不完，我说的、就是、我面子，我说的都是多学的，然后我想说你自己搁家里不吃啊，弄那个多学点喽。嗯，没有，好了，吃吧吃吧，好，来来来，让吃下汤面去。没啥，最近你不想饮食一少？啊，我说是。那可以。嗯。哎。嗯。那好嘞。你多少吃？你不会，你不是会吃？嗯。嗯。你学过什么啊？我想饮食一少，我饮一少吧。哈哈哈哈哈过两天咱弄点凉皮儿吃着，弄凉皮儿中吃着。哎，弄点凉皮儿，那肯定的呀。啊，咱自己涮凉皮儿。还有花菜，还有粉米嘞。还有我那大半大的锅。咱只要爹挺选中啊。热了，转点吃了可能。有点干，续续汤。加上鱼的就点水。续续汤。哎，你就看看吧。不看了。你长不长
准备我照你好吃粉片哥那粉片嗯嗯只要我一打碰死人了只有一把剩女的宰了行妈妈臭肉那吃了又嘛喽干啥你这片喝水嘛一满坛呐哎呀差不多呢嘛真是漏亮就是你不喝那热水会干喂你天天喝水了，雷喝水了，雷！你天天想干啥呀？嗯。来，坐这儿，吃点就完事儿。